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三啦 Today is week 21, day 3 is our reading time Today we have learned the hot day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的标题叫做很热很热的一天那这个绘本故事一看就是发生在夏天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哦、oh, 这是小 Zack It's a pig 这里还有一个猪猪一起在跟他干嘛呀 Let's play pigLet's play with the ball. 玩球，你看这个天气就很晴朗，对不对？ It's a sunny day. 他们一直玩球玩到太阳落山了。It's so hot. The sun is very big. 看，太阳这么大。小 Zack 也很热，那他们要想办法去降温，好不好？Zack has an idea. 小 Zack有一个主意啦 I can see a bush, bush, bush. 然后他们就去那旁边了。The pig sits by the bush. 这里有一个 S, 不要读掉了啊。Sits by the bush. 坐在了灌木丛的旁边可是它太矮了没有办法遮挡住很热很热的阳光。还是很热对吧 It's still hot, Zack. I can see a stone. 我可以看到 stone, 看到小石头啦去试一试吧。Oh, 天哪 The pig sits on some stones. 也是 S 啊 on some stones. 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小石头。They are too hot. 直接弹到这里来了。呀看这里是什么Oh, I like the mud, Zack. 一下子把它弹到这个泥潭里面去了。然后这个猪就很喜欢。But Zack does not. It's very dirty. 小 Zack 觉得它很脏，一点都不喜欢，对不对？好，今天的绘本阅读也完成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吧。Bush, bush.Bush, 矮一点的树木叫做 bush 啊。Stone, stone, 这个词一定要注意 o 的发音啊。Stone, 这种是指那种很小很小一颗的石头，大一点的整块的坚硬的岩石，我们叫做 rock, r o c k 这个单词啊。这个是 stone, 区分一下。Mud, mud 这个词比较简单小朋友们都读得很好今天的句型也是 I can see 对不对我可以看见什么 I can see a bush 然后回答这个问题 What does the pig sit on 注意这里是 on 在绘本当中可以找到原句哦好那今天的绘本阅读也到这里啦我们明天见拜拜